位，欢迎大家收睇《走佬去家国》之多伦多睇楼团，我系 Ken。 几个礼拜冇见，今日都仲系睇紧 Ajax North East 嘅楼，但今次就唔同啦。我哋睇下大屋同埋细屋有咩分别。咁首先我哋睇下社区介绍，之后就睇下学校介绍，就开始睇楼啦。咁喺間屋附近咧，既有高速公路啦，亦都有 Canadian Tire 同埋啲超市嘅，而高爾夫球場、藥房、康樂中心、公園啊，都一樣一併居全噶。咁就算附近冇幾耐咧，都係有一個 Go Train Station 噶噃。而附近嘅學校咧，就比唔上華人區嘅，分別有 J. Clarker Richardson College 同埋 Lincoln Alexander Public School， 佢哋大約都係 6.3 到 6.4 分。只不過咧，啱啱由香港搬到過嚟，其實唔一定要攞翻香港標準嚟睇學校噶。就算學校排名比分未必咁高嘅話咧，小朋友一樣都可以讀得好開心噶。各位看完呢间屋之后，有冇中意咗呢间屋呢？如果对呢间屋又或者呢个社区有兴趣，欢迎私底下联络我，无论 WhatsApp 电话、短信或者 Instagram 都得噶。请你大家 like 呢段片啦 ，share 俾你嘅朋友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同样时间再见，拜拜。